喂，大家好，咁今日想讲讲嗰单咧，即系之前咪有个人咧喺度嗰啲疯狂科学家，咁嗰个疯狂科学家叫咩名字？就叫何建辉，何建辉个辉字都几难读噶，即系你要谂起阿大傻先至得嘅，今日大傻啦，啊，成辉安啊，嗰个系，今次就何建辉喎，即系啊呢位细傻。啊！我唔應該叫佢細傻咧，好似侮辱咗大傻咁，大傻好人啊！咁咧最得意嘅就係咧，內地咧唔會完全咁切割啊！即係大家明唔明咩叫切割啊？咁利用完人啦，當然就係斬咁樣，係咪？點解啊？因為即係我哋祖國係出咗名嘅。啊！出咗名系做咗呢个出卖科学家好多嘅嘢啦，即系除咗钱学森之外啊，即系苦战之父啊，佢就讲咗啊，点样去？但系文革嘅时候咧，支持毛主席啦，身败名裂啊，呢条友即系冇一个作为科学家嘅操守啊。咁你钱学森系个咁叻嘅人。但系由美國翻到中國之後就變咗嚿屎，咁可見嗰個制度係令人幾咁不堪。即係翻咗去之後咧，土壤屎完啦，即係變咗一隻狗。咁啊，因為即係你擦鞋啊，先有利益啊嘛。咁佢見到要保命要利益，咁啊當然擦鞋啦。咁呢個就係錢學森。咁我哋话呢样嘢呢，其实就如果你有听个古仔嘅嗰个叫骨月怀为止㗎嘛。咁就係话呢以前呢阿晏子喺度同人辩论嘅时候就喺度话啦，欸，你嗰啲本来靓产嚟㗎喺齐国，去到楚国嘅时候就变咗好苦嗰啲，好似金一样嘅物体。咁点解呀？水土不服呢，即係咩地又產生啲乜嘢嘅？咁我哋嘅土壤係啲乜嘢呀？急功近利囉。咁急功近利，所以呢我哋成日都會鼓勵一啲科研，不過呢就為咗船堅炮利嘅啫。鼓勵啲科研為船堅炮利，即係點樣呀？你俾到結果我就得囉。你做任何嘅雞雞嘢都唔緊要嘅。咁你結果咪產生啲科學狂人出嚟啦。咁呢個何建輝亦係專才計劃之一啦。專才計劃即係你好抵嘅，即係一喺度呢就慢慢搣慢慢搣咁樣，即係係有北京幣俾你，係咁喺度總之好爽嘅，即係你係攞係攞係攞，即係佢又唔會一百個俾曬你，因為即係你知啦，如果一筆過收咗錢嘅話咧，咁梗係飛去美國啦，係咪先？雖然你可能出境嘅時候俾公安拘留，咁佢就即係所以國家係慢慢俾啲存財嘅，等你可以留低啊，就貢獻國家嘛，係咪先？咁呢位就貢獻國家啦，想剪基因，咁點知咧剪下剪下自己都剪埋啦。咁佢自己犯傻啫，最搞笑就係嗰個風向儀啊，嗰個轉得幾快，上書大人都算機靈嗰啲嚟嘅。佢嗰日咧公布完呢單新聞嘅時候咧，喂，外地啲媒體嘅風向係撐佢喎，因為咁低能都有嘅，即係點樣撐佢啊？即係話，哎呀，偉大啦，厲害我的確嗰啲嚟嘅。咁但係咧。唔夠一日間，咦，開始聞到味喇喎，即係會全球嗰啲科學家全部都一致譴責佢喎，點解唔係佩服我哋㗎？咁啊，皇帝的新衣着唔到幾耐嘅，哦，即係原來呢個係犯呢個人權法㗎喎，道德上係有爭議各樣嘅。咁所以呢，國家就搞笑啦，宣布佢唔係七宗罪啊。系，哎，冇咁惡嘅，哎，俾翻啲面俾啦，六宗罪，六宗罪都好大鑊，係咪？咁佢話乜嘢啊？呢條啊，即係國家宣布嘅，
佢话直斥佢点啊，畏罪族私利，实施国家明令禁止，系明令禁止啊，以生殖为目的嘅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活动。跟住咧又上电视应对噶啦，喺度系我自己个人嘅主张嚟嘅，唔好衰，系我错。咁都讲咩啊？2016到2018年11月啊，耶鲁中罪就话佢啊，系呢个自私咁样啊，自己去组织啊，包括境外人员参加嗱，呢度可圈可点啦，啊又话系境外人员啊，即系咩啊？就算佢犯错啊，呢个系境外人员啊，唔会勾结做啊，即系唔关我哋事啊。咁咧，哇，真系正嘅啲字，中文一百分。啊，佢话咧就参加咗个项目团队，话有团队啊，都叫做结党营私。跟住点样啊？蓄意逃避监管啊！话你啲监管成屎啊，咁难嘅。咁啊，使用安全性、有效性不确切嘅技术啊，但系佢成功剪辑咗嘅喎，点解话有效性不确切咧？即系唔明白安全性呢点系要指责佢嘅，因为其实你短期咧剪辑完啲基因，虽然系即系你今次就话避到艾滋咁样呢啲啦，但唔知佢会有咩事嘅，因为咧。即系基因呢样嘢系好复杂嘅嘢嚟嘅，即系例如你地中海群嘅基因咁样咧，你咪话，呢个系一个唔好嘅基因咧，你有前走佢。咁但系其实地中海群血呢样嘢咧，佢系帮到你喺中东地带嗰啲生活嘅，即系你有羊疾嗰啲啊咁样咧，地中海群血嗰啲人嘅生存机率系大好多嘅。即系就算系你只不过系 carry 下啫，你中咗呢个药疾嘅时候，你生存机率都高过其他。哇！咁跟住大镬啦，佢仲做乜嘢啊？系通过他人伪造伦理审查书，招募咗八对夫妇，应该都系不对嘅。咁就系做志愿者参与实验嘅。哇！咁跟住咧，所有嘢都原来咧。嗰排啊，何建辉咧就唔见咗，唔见咗系做咩咧？俾人夹手指啊，跟住又停仗啊，咁样跟住逼佢签晒所有嘢出嚟嘅。咁佢喺度讲乜嘢啊？一切都坦白从宽啊，佢梗系从宽啦。其实科学家呢啲咧认得好快嘅啫，谂住研究嘅啫。咁跟住咧，佢就话啦，策划他人顶替志愿者验血，即系造假啦。即系你造假搵埋人验血，搞到国家都防范唔到你喎。即系佢其实系为呢、這个嗱嗰班友又喺度避啦。即系监管组织点解监管唔到啊？有原因噶嘛？原来系因为呢条友造假啊。咁就系咧去搵人顶替佢咧验血、哦，志愿者嗰啲啊。咁啊，只是个别从业员违规啊，个别从业员添。咁就喺人类胚胎上面进行基因编辑。跟住就植入母体啊，咁呢啲程序啦，佢都諗呢点样可以搵替死鬼喎、即係唔使搞呢个科学家啦，咁就即係你留下嗰啲人嘅啫，睇下射唔射到个好。我諗何建辉都係諗住咁嘅啫。咁呢嗰对孖女呀、即係係啦，孖女嚟好似。咁就改个名呢都真係好应景嘅。即係都预示咗何建辉嘅未来。叫咩名啊？露露啦啦。啦即係点啊，你暴露咗呢样嘢呢，啦啦啦啦你睇住啊。露露啦啦。咁嗰个南方科技大学啊，就当然係周星驰啦。即係佢资助呢个何建辉做研究㗎嘛。咁但係呢祖国切割呢样嘢就好快嘅。佢爆咗呢單嘢出嚟之后呢啊南科大本身諗住点呀，话威威呀今次係咪啊，咁但係呢个风向而一转嘅时候啊，喂哇咩事咁样，
咁然之后咧就即时啊，系即时啊，哇，好快啊，即系打针咁咁快啊，就宣布解除同何建辉嘅合约，终止校内一切教学科研活动，划清个关系嘅。咁其实又好惨嘅一件事嚟嘅，因为你啲游戏规则咧成日改嚟改去，即系人哋踩地雷啊，都冇计，即系你都唔嗰啲叫咩啊？摆啲牌喺度遮住，话唔可以入去咁样系咪先？因为中国而家嗰个只不过系人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指导原则啫嘛，原则嚟嘅啫喂，原则嚟嘅啫。嗰个原则系指导原则啫，重要。佢话乜嘢噶？限制咧，你经过遗传修饰嘅胚胎，唔可以喺体外培植超过14日，唔可以移植人体。喂，不过你唔系法律嚟噶嘛，原则嚟嘅啫嘛。咁但系咧，你明白啦，今时今日就我哋祖国嘅好多原则咧，系可以改为变做法律，而法律咧又无啦啦可以变原则噶。即问题咧就系、是、佢可以点样弹弓手去执法嘅啫。即之前陕西嗰单案都系啦，那个农民户啊，掘咗好多，即系本身买咗笪地。咁好平咁樣，咁發現呢有煤礦嘅時候呢值好多錢㗎喎、哦、嘩，跟住彈弓手話你嗰個唔係正規嘅嗰啲合約各樣，而家國家要收返咁樣，嘩，即係飲命粒。咁所以其實即係我覺得一個國家呢經濟要發展起嚟呢，最忌一樣嘢係乜嘢呀？就是弹弓手啊，点解啊？哇，大佬，我嗰阵时你又话得嘅，无啦啦唔得，咁我准备晒啲嘢，咁点啊？食屎啊！即系如果个游戏成日改规则嘅时候咧，啲人真系唔知点搞。好，今日讲咗咁多。